我是彭佳慧啊。你看我现在蓬头垢面的，起因是因为你知道宅在家里防疫，孩子在云端上课，然后我只能练歌，一直练，一直唱，但是就想说，要练了什么时候还可以再唱？不管了啦，一个歌手没有机会的唱歌，没有一直唱歌，其实喉咙也会生锈。所以我决定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在家练歌。少了会烦，多了嫌你，再做个微天平该清醒，是否要跟生死跟接力跟煽情，再转移不换气，痛苦了底太难唱了，气都用尽，破一个音就当作清醒，留作是你记住我的我的音乐不见了，留作是你记住我的把柄。这就是 life 有你想象不到的，随时会停，但你的人生不能停，加油！这首歌是陈建奇老师的制作，然后为什么很适合？因为这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彭佳慧，也是不是很好唱，因为在收放当中要拿捏得好。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刚刚好唱好，或是刚刚好有一些缺憾的部分，没有关系，反正人生嘛。来了，等一下啊、可惜了，他也真的很努力过，只是啊，爱越你将爱越被掏空，守一份天长地久，只是面对自己又不对的唱错了。天明上火一触即发，拥抱同时绽放。